公子，在为何事忧愁啊？愁我这人生如这湖水，不知向何而去。如何不知啊？这天下之水，皆向海而去，天下人，也皆向死而去。老人家倒是看得通透。只是现在我如沧海一粟，心生迷茫。我曾经以为的正义、是非、道义，皆好似已被推翻。小老儿也不懂大道理，只想每日摆渡，挣有意之财，养家糊口，便可在这天地间正直行走。苍灵哥哥，保重，他日愿得见剑心门，重振旗鼓，先锋不改，见世人倾心。担该担之责，乃是我力所能及的正义。形式招摇不重要，海购免税最重要。比免税店还划算的网易考拉，邀您共赏招摇。分头找找。金仙，在下该死，没有保护好金仙，让您受苦了。迟执事，快请起来。在下羞愧，没脸站起来。我知道迟执事对宗门的忠心，你快快请起，与我讲讲宗门近况。禀金仙，凤山一役，宗门都以为金仙金身陨落，各怀心思。锦绣公子为了宗门之首的位置，
甚至勾结江武攻打千尘阁，害得秦千贤至今昏迷不醒，千尘阁也退出了我宗门一方。如今他又和江武合谋攻打万路门，还想拉着宗门各派一起。那万路门现在如何？万路门近来对我们宗门并无什么大动作，想来是之前内乱，如今自顾不暇。不过听说明天陆昭瑶和李晨岚大婚。你先不要轻举妄动，保存好宗门实力，让那江武之辈先去试试万路门的深浅，静观其变即可。是。对了，金仙可要回凤山重新主持大局，还需再等待些时日，待我练就了虚宗门秘术，恢复体内封印之法。虚宗门竟然真藏有此秘术，江家一脉从未有人活过30岁，莫非和此处有关？多少有点关联。那金仙修炼此术可会有危险？我乃金身之体，当是无妨，只不过谈及秘术，那江河就遮遮掩掩，我需要池执事助我一臂之力夺取秘术。金仙尽管吩咐，在下定然万死不辞。谁？金仙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池执事莫要妇人之仁。门主，不好了！门主，不好了！行医者切忌心浮气躁，有何急事？说。我亲眼看到金仙杀了我们一个弟子。此事应该是个误会，改日为师会亲自询问金仙。去吧。是。等等，记住此事千万不可声张。是，弟子告退。我听说江武明日打算攻打万路门，池门主难道不去吗？你此刻随意反抗我的信。我告诉你，明日陆昭瑶和厉晨岚大婚，此事绝不能成。成不成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让江武前去观礼，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一来折损万路门不少人马，二来也可以让万路门挫挫江武的锐气。你觉得江武会败？连金仙和长玉圣主都没能攻下万路门，就凭区区江武单枪匹马能拿下？林姑娘，你不要着急，先坐山观虎斗，待找准机会再出手。
七，你别哭了，这样会不吉利的。你不要嫁给小丑八怪，我不要你嫁给他。十七啊，今晚有好多红烧肉，你要再不放手的话，可就没得吃了哦。真的吗？嗯。女魔头，今日你总算有点女孩子的样子了。阿武，宗门的人还没来，不来正好，省得拖我后腿。哼，一群孬货。阿武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杀李晨岚，擒贼先擒王。跟我抢女人。Thank you.
盖闻义正乾坤，夫妇为人伦之始，诗歌周赵，婚姻乃王化之源，是以凤鸣锵锵，卜其昌于五世，妖桃灼灼，歌好合于百年。今历陈兰、陆昭瑶，允称碧荷珠帘之妙，客真琴弦色调之欢。沈阁主，你有看到十七吗？好像从一开始便没有看见他。那个疯丫头最闹腾，不在也罢。别说了，免得添乱。芷烟，不然你去找找他。哦，早些回来啊。好。愿二人百年偕老，永结琴瑟之欢，舞尽其昌，早偕熊皮之庆。十七，十七，十七，十七。十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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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下来呀，那儿危险。女魔头婚礼要开始了，我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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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七，十七，你痛不痛啊？怎么办？我以后就是孤儿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恩主不要我了。慢着！你来干什么？来娶你啊！放肆！来啊！怎么来了？我就说应该选个良辰吉时的。这两个大魔头都受伤了，怎么打呀？恩主，恩主，十七，十七，你听我说，出大事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十七，十七，十七，我不别动啊！门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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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呢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不过芷烟去找了。顾寒光，你带司马荣和千锦离开，快啊！他们两个不会功法，别耽误时间。
王清，厉晨岚，你现在好弱呀，不如把招摇交给我照顾吧。你简直狂妄至极！哼，喜欢吗？花冠是我给你摘的，不如嫁给我算了。你。自灵亭山一别，西山主别来无恙啊！呀！万路门不过如此。厉晨岚，你现在已经打不过我了，我体内有秦千贤的功法，受死吧。秦千贤的破功法，两位门主都败在我手下了，你们是想来送死吗？把刀放下。放下！押进地牢。是。记住了，你是我的。把这把剑埋了，破剑认主人。
陈兰，这牢门已经被江武施了术法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很难再打开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。放心吧，赵瑶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以他的性格，这江武定会吃尽苦头。阿荣，是不是只有秦千贤的功法才能使心莲绽放？你可有其他的想法？听说这万路门已经被江武给拿下了。是啊，真是小瞧了这个江武啊！没想到连金仙都拿不下的万路门，竟然被他这新魔头给拿下了。哎，是啊，这江武真是好运气，居然赶上厉晨岚功力弱的时候。这万路门一招易主，厉晨岚在与陆昭瑶大婚当日便接下球，真是世事无常啊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们下去吧。是是。我知道你来要干什么，我自己对这结果也很意外。不过你不要着急，再过些时日，我自有办法将这江武拿下。我等不了这么久，厉晨岚现在在地牢生死未卜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。既然连厉晨岚都败了，你现在去万路门简直就是螳臂当车，不仅送命，而且还会坏了大事。好，那你说说你说的大事到底是什么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你要做的只有等。等？我从来都只要一个厉晨岚，为了他我在你这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，可结果呢？陆昭瑶死不死另说，现在厉晨岚都性命难保。你们宗门真让人恶心。爹，爹，你可知万路门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我须得。苍灵，你先冷静下来。记住，莫要冲动行事啊！江武占领万路门，陆昭瑶、厉晨岚几个山主皆是被困。以我剑心门而今之力，如何相帮啊？我们便只能静观吗？留存实力，韬光养晦，方能寻得生机。寻得生机？可恩人有难不救，如此当真对吗？爹，我如今是真的不明白，万路门行事嚣张，却救了很多人，宗门崇尚正义，却害了很多人，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黑白？我们宗门崇尚的正义又是怎样的正义？苍灵，你的心乱了，这几日不要再逼迫自己，静静心，好好去寻寻答案。你打算囚禁我？哼，无聊。要么你就杀了我，要么你就放了我。你抓我干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
陆昭瑶，我留厉晨岚一命是看在你的份上，从现在开始你要时时刻刻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我的人。是，你厉害，但是小红毛，你且记住，我不是你的人，我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他，我只属于我自己。你现在属于谁？我说了算。一人掌控了万路门，将厉晨岚和陆昭瑶都抓了，所有人都被关了起来。哎，现在江湖上恐怕无人能遏制这个金山小魔头了。先前还与江武联手，而今吵什么？啊，是，兄门主，正事不干，反学妇人长舌，成何体统？行了，都回去做自己事吧。滚！是。熊天，莫要过于严厉。江武夺下了万路门。此举实在惊人，弟子们议论一下也很正常，啊！锦绣，你还有脸来凤山？熊天兄何出此言？江武独占万路门。而今这江湖之中，他一人独大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你跟我们说的那什么制衡，你联合江武害了秦千贤，这才导致江武嚣张至此。攻打千尘阁，难道你的弟子们没去吗？